林依晨为了偶像剧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小露香肩泡温泉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可以进来。我这是男汤，为什么不能进来？是吗？是吗？是吧？是吧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我走。没有啦，我舍，我是不会泼女生冷水啊。泡完你不是还说肚子饿吗？对，那其实会有热量消耗的。就是他觉得整个人都瘦一圈。有，不真的假香水。一起泡汤的还有台大舞姬陈匡怡，第一次演戏的她看起来有点紧张，很怕浴巾掉下来。可能一方面也是紧张使然，所以就自然下意识就会握着。然后又天气又很冷很冷，所以就会比较用手握着浴巾来让自己觉得更有安全感一点那种感觉。然后依晨，依晨应该不是第一次拍这种。每次抢剧组，我都觉得我变得好帅酷，因为就好像什么都抢尽了那种感觉。是泡温泉舒服。新人辈出，23岁的陈匡怡站在林依晨旁边，居然更会装可爱。看来林依晨必须小心提防喽。一定是张哲明综合报道。